周董喊生五娃，昆凌如果生得出来的话。寒冷，每次你都这样呼唤我。1月18就要出嫁的昆凌竟现身宣传新戏《钢铁之心》，一脸幸福洋溢，与戏里的角色完全相反。你可不可以不要再为我活？你很累，我不知道。她与袁爱妃在剧中饰演一对苦情姐妹花，现在这么幸福还哭出来，哭戏还是得哭啊。周总，你求婚的东西，听说你有哭哎，是吗？我们都有戴戒指，我们都有戴戒指，可以秀一下吗？秀一下，来啊，来来来来，一把没有昆凌就可以，就一般女生都会很感动，烟火还蛮震撼的。只有你们两个吗？还是有其他亲朋好友？哦，有很多人。周董昨天放话啦，说婚后要很努力的做人。他想生一支足球队嘛？是不是？对啊，足球队没有，是一个乐团。哦，乐团。对啊，就有一个 band。如果他要生五个，你可以答应他。如果我生得出来的话。啊，登岸了，谢谢。还干嘛关灯？还没问完呢。准周小行程太满了，请露脸5分钟就去赶飞机了。苹果娱乐 Online 一种赶生小孩的节奏报道。